11月14号，马天宇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与姐姐的合拍照，并在上面写道：不开工也不接受订单，好好照顾月子吧，书不能白买，饭不能白做，要让我姐吃好喝好。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，原来马天宇还是一个超级大暖男呢。为了照顾自己的姐姐，连工作都可以放下，真是个顾家的男孩呀。照片中，马天宇与他的姐姐还有自己的侄女坐在一艘轮船上，享受着这一天给他们带来的快乐。出生于1986年的马天宇，凭借其《怪侠一枝梅》获得了最具突破男演员，而网友真正了解马天宇的是在《古剑奇谭》中的精彩表演。生活中的马天宇则是一个超级大暖男呢，而很多网友也纷纷留言道：看来马天宇真是一个暖男呢，拥有这样的一个弟弟真的好幸福啊，马天宇真的好帅呀，这样的马天宇肯定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女朋友。今年已经31岁的马天宇，看来是要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了，希望他能找到一个漂亮并且贤惠的女朋友吧。